过了，留下。自助位吗？算吧，我家我妈有的肉。妈都会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不是还没结束？是越来越大只。手好痛，剩残躯，哇！但我以为他是我，哇！但帅了，哎呦、啊！虽说是三阶，该怎么那么灵活、啊？哇，你还会？等一下，不要急。哎、欸，不是，打不到。哇，你不讲话，我以为我在 PVP 呢。只是人家 PVP 的技能怎么比较多？人家的气势怎么比较强？没事，你只要慢慢攻击就好了。不要像刚刚那个就好，目前还觉得好打。哎，为什么你有这招？你这招哪学的？怎么点的？哇，你的分身好像更凶哎！但都十级了，还可以那么的凶残。哎呦，感觉。不行，不要感觉，没有感觉。你现在只要知道打死那个混蛋王八蛋就好。看你的技能都比较差，换一只。翻，再下。哇，看银狐太强了，完美格挡，绝对的格挡。别动。敢又戳棍又劈棍，1700，再给你。哇，还会闪呢！你快没了，快没了！是不是应该还没结束的吧？感觉不像结束的样子。
现在谁打谁，我已经看不出来了。天命人，我可不可以进化？他应该不会把我装备拆掉吧？然后我要裸装打他。真的假的？没有没有。刚我想说。如果他把我的装备拆掉，你就过分了。活了，帅哦！又满血，越来越帅了。可以吗？哎，我的装备嘞！哎，靠背。啊我怎么靠背看我的装备这边要拿走等一下保命丸我很像知道为什么要用这颗了九转还魂没了吧龙光贝利丸我有时间喝水吗九转还啊看先喝啊先喝啊不管不管只要算了哇！没事没事，复活。我是不是可以复活一次？看一下这复活长怎么样？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复活。人类，要修。两千，哈，这才是真正的王吧？哎，妈，这游戏也够鸡巴哎！给你神装。又把你神功拿走，有够过分！来，看你的立棍怎么比较帅？啊，我只剩小小的棍子，贝利丸。龙光贝利丸，碧胸丸，喝水，妈给你拼了！对不起，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哇！可是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怪。没敲到。完了完了。豪华版嘞，还要氪金？干你的戳棍也超高，你觉得几？你还可以用筋斗云，什么都给你就好啦。欸，哪有人低配打高配的、啊？有够可悲。别，人家高配、欸。最后了，哎，还有无敌耶！太无耻了！
今天起银虎是我爸。真的？等一下，我还有水，我还有多少水可以用？回复一定神力，还有什么？龙光贝利碗喝完了嘛，对不对？不消耗气力，大量棍式，不消耗气力不用，攻击造成伤害，棍式暴击力毒性啊，没东西，干这什么垃圾？不消耗气力，生命上限没有用。哦，干，快结束了说，一定神力进中单。哎，干宁老师。不行不行不行，这不可能不可能。完蛋了，完蛋了！怎么感觉我是一个白装在打金装大佬？509，还有啊，靠北，不是吧？还要抢我的水喝？真的？干你！因为我在喝水，他在定身我，他把我的水抢走，喝完再给我。不是吧？有这么气？我刚水有扣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补血？这网还会喝我的水，现在都这样，就这一局了，就这一局了。就这一局了。就这局，哟，七十二难哦，有啊，我还没有用到之前，我还没有用到那个啊。有了。
头好痛，刚是打头好痛啊！哇、哦，结束了吧？什么二郎神呢？我明天如果有开再说。哎，明天有开就开，明天没开就开 LD。啊！让我叫一下。啊！你可以安息了，大师兄。你去吧，你安心的去吧。好、哦，顺便看一下二周目长什么样子。哦，好累啊。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Cap。好痛啊！我的头好痛啊！天哪！哦，然后头在发麻，你知道吗？我、哦、痛！多七个小，打完了，打完了。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封了斗战胜佛，从此留在了灵山。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它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好，没事。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打完了，打完了。我终于打完了，夫仔。哇，你打了几次啊？从125次，现在142次，我打了17次。好可怕、喔，真的好可怕、喔。那夫仔换你哦、喔。进去了。那明天换你开始打。结局了。